接下来请收看《二人转总动员》巡演。地盘车。父母的恩情比天高，还有比地广。三道灵符安排妥，四道灵符正北一正。两家从亲呐，处的好啊。电视机前的转迷朋友们，扶余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这里是《二人转总动员》十周年巡回演出《扶余站》的现场。就有这么一个人呐，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一天天的，就总想抢我这个主持人的位置。考上《二人转》你就唱你得了呗，唱那么好听，总抢我这位置干啥？是不是？但这一次来的路上啊，我是特意找了，我就到处看看，我就四处撒嘛呀。我寻思他要来，我得做好对策。我看了，我真没找着他。所以说呢，我估计今天应该他是没来。也就是说，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就我自己给大家主持，大家开不开心？开心鼓掌啊！这，哎呀，刚说完开不开心，我这真开心着呢，这一声又出来了。扶余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呀！我是二人转演员佟长江，因为随中国曲协道德模范故事会演出，不能来到了我们的晚会现场。不过公海呢，你可别得意的太早了，我专门派人代表我来挑战你，还是个美女，你可要小心点儿。干啥呢？咋的了？你上来干啥了？没到你呢，你这行，我这找人呢，等会儿啊，美女给哪儿呢？美女啊，美女给哪儿？不是你这等谁？这等谁呢？那是啊，等谁呢？你等谁呢？啥？等谁呢？你这大美，你就别给他捣乱。我这找，洪老师说派了一个美女和我主持，然后我寻我看看是谁，如果他真是挺称心如意的，我俩这一搭档不挺好个事吗？你别捣乱，赶紧下，这美女这不叫我吗？咋的？瞎呀？就是你啊。那你上来，那你这是代表谁？代表佟老师啊？我当然是啊，今天当然是代表着我们江哥队来赢你了。哎呀，哎，真烦人，这还来，咋张嘴就来赢我来了？哎，比赛规则你知道吗？嘿，那还用知道啊？说赢必须就得赢。我给你先给你说说啊，咋的？你要代表江哥队没问题，咱们这样，不管是你们队也好，我们队也好，派上一个人，对方得找一个人能搭到一起去，唱得好了算打平，唱不好就输一分，能行不能行？哎呀，啥叫能行不能行？我都跟你说好几遍了，我进来干啥来了？来赢你来了，就必须得赢，有能耐你放马过来。好，那我跟你说，这样，那咱们就正式开始。咋的？我这边给上人了。上人了。来，李广俊上场。现场的父老乡亲，大家上好。第六届大赛啊，成人组冠军李广俊来了。好，谢谢。怎么着啊？你那边什么意思啊？啥是啥意思？上人！哎呀，有意思，我就问。哎呀，我这边也有的是。老乡亲以及电视机前的所有好朋友们，大家好。他说啥来着呢？真有意思。不是咋的，来了你不乐意啊？不是，有没有信心？广俊有没有信心？必须的，放心吧，哥。来。压他！咱队有信心啊！哎呀，必须的！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赢你们，知道不？能不赢，唱过之后才能知道。对，你赶紧下去吧，啊，我也下去。你也赶紧下去吧，你俩都下去吧。舞台交给你俩。下去吧，谢谢啊！接下来给大家来上一段正戏啊，来上一段戏相关话。对了，送给大家，奉献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啊！哎，好，掌声先鼓励一下，行行。二郎三傻，张太阳啊，三气周瑜，诸葛
十。是真不错啊！哎，哎呦，唱的我都嘴都给我唱痒痒了。你嘴痒痒？嗯，你要干啥？你要咬谁啊？人家也想唱了呗。哦，你也想唱啊？啊，那看这么的啊，海哥，下一个回合该我们队挑战了。啊，行，我寻思还不如这样呢。嗯，这个回合就我大美亲自上场挑战。我看你们队派谁？哎呦，看我们队派谁？啊，我们队有的是人，我给你随便叫上了一个就能给你唱，信不信？我怎么就不信呢？还我来吧，我不信。上人，来。哎呀，咋样？哎，不是上来了吗？你们底下干啥呢？不是怎么的？和大美搭档，你们不愿意啊？为啥不愿意啊？闹眼睛！无组织无纪律啊！我跟你们说，就你们几个，你们要赶紧不上人，
我跟你们说，以后下次不带你们了。仨数，三二一，上了一个。谁看我？上你们不上，推我上来干啥呀？我不愿意跟他搭。为啥呀？闹眼睛。我们俩这一点。得得得，我跟你说，我下去了，你俩给这打吧，我容易崩一身血。头一次来到咱们扶余这个地方啊，你不能当着父老乡亲们的面埋汰我。咱俩当时你不也稀罕我吗？咱俩就当着父老乡亲面给他们唱一段，行不行？接下来请收看二人转总动员巡演。到哪儿有朋友一大帮，于是心不慌。后跟着55555个红头鬼地，有多少贴心的话不能当面谈。疼死啊，早去早点的回家转，也免得婆母娘把你挂心中啊。刘翠萍啊，我这里呀、哪敢怠慢呐、我急忙把装粮的布袋拿在了身中啊。配到他家中，心
上看，世上的人等有多么样的不公平啊，这大枪板子他能那分上下，老天爷不能照顾李家的大门厅啊，爹爹呀别多事情，孩儿能应允，你让我退婚外乡都不能啊，爹爹。老刘长闻听心好恼，大骂女儿刘翠萍，你滚出去来，滚出去，以后不许把我的家门登啊，爹爹。刘翠萍闻听心好恼，我这不叫爹爹叫刘成啊，这你这个粮食我不要，我抖漏抖漏啊，地上人啊，翠萍这里往家走啊，入了归我身边的忠孝，送到汾阳担当我的爹爹，他死去不传忠孝，我给他陪大后啊，咋样？我陪唱的过不过瘾？哎呀别说了，唱的是贼拉过瘾呐。怎么样，爸妈还要不要了？要揍你，咱俩再来。等会儿要唱吧，你得自己唱，我不能唱了。不是，你看你说的话，你来到咱们富裕这个地方了，你富裕父老乡亲，咱俩再唱一个，你完了，我唱。不是，你啥意思？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刚才吧，我有个朋友咋的，给我买的那富裕特产四粒红花生，我得去吃，现炒出来的，再不吃一会儿就凉了。走的可真沙了，话还没等说完呢。我跟你说，呵呵，就用吃这招治他，一治一个嘴儿。这回他走了，我给大家唱首歌行不行？都说出门要靠朋友，有人陪伴共济同舟，哪怕一个简单笑容，心中却一边无所求，时间太快有谁停留，在往事深的脑海中，这花花世界谁能够冷漠对待，无动于衷，勇敢勇敢我的朋友，一个人需要多珍重，平凡回忆让人感动，总会在风雨后照在心里那片天空，勇敢勇敢我的朋友，一个人需要多珍重，平凡回忆让人感动，最多却是你的笑容。谢谢。怎么样啊，大美？那刚才告诉我下面有花生，我上后面瞅啥也没有啊！你不是专门挑我的弱点刀啊？你啥意？太坏个你不？我这不寻思，你看你唱挺累的，让你歇一会儿嘛，是不是啊？你要这么说，还有情可原。哎，有可原。那这样吧，咋的？我们得保持优势。我接下来又要上人了。上人了，准备好接招没？哎，我随时等着接招。随时等着接招。哎，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优秀二人转表演艺术家尹维民老师。咋回事？行行行，不是，哎呀，那怎么回事？这是尹老师，你怎么上他们队去了呢？怎么的？那佟老师说话也不算数啊。咋不算数了？上次在四平巡演，他让我帮他打赢了啊！哎，打赢了之后呢，说是我让我跟他主持巡演，完了又派你来顶替他。那你也不能帮他们
呢？他也不让我主持啊。那这说话也不算数啊。哎，不算数就没办法了。哎，啥意思啊？啥意思啊？你把尹老师整来了？不是，就我这暴脾气，我能让你们能赢了我呀？这么的，接下来就请由我方的队员上来啊！我请个，你没请别人，请谁？咱们国家优秀的二人转表演艺术家王尹老师闪亮登场。太有意思！不是，佩服你们的。王岩老师啊，这回咱们队就靠你了。大美你放心，这事包我身上了。包你身上了，这就看你俩的了。好啊，今天是关系到咱们的生死存亡啊。生死存亡，这么大事，行，放心吧，就拜托你了。就好嘞，我下去了。下去吧。我下去了。放心，走吧你。下去吧。咱们扶余县的父老乡亲们非常的热情，对，也非常喜欢咱们的二人转，咱俩再整个欢似的。行啊，你看唱啥？咱俩唱上一段猪八戒拱地怎么样？猪八戒拱地背媳妇儿，就背媳妇儿，就让你背我。哎呀，行。太棒了，非常的完美。你说的没错，唱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完美。啊，是啊，哎，非常完美。别说兄弟，我帮你 啊，别说我狠，接下来机会交给你。不是，那你说的是不是？是，就我说的。说话别后悔，我不后悔。算数是不是？算数。等着，预言记住，驷马难追。真有意义，真有意义。哎呀，我现在我就找谁？找着小蜜蜂乐队的队长王春江。来呀，准备朋友们，我俩最合手。扶余的父老乡亲，大家好！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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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来了？什么意思，高航？你不一直都帮我的吗？你怎么跑他那队去了呢？别跟我提这事儿，以后这事儿就算拉倒啊！对，什么意思？怎么个情况？高航，你说每次咱们巡演，
你队伍分落后了，每回不是我给你追回来的。对，咱俩的感情必须帮我呀。而且唱一首不行，还得唱两首，两首不行还得唱三首，总起哄。你说你烦不烦人？我对你不够意思吗？这回说啥都不好使。对不起啊，说啥没有用，不帮你了。哎，我下场。我跟你说，没那么容易，赶紧上墙招去吧。耶！你把他俩吊了。那不行了，朋友们，我真的下去想想招了。就这，他上来不好对付。该上哪上哪去吧。我走了，我下去等你。好嘞。富余的父老乡亲来，伸出你们热情的双手，跟着节奏举拍手，好吗？嘿嘿嘿。钱了，先孝敬咱爹娘，父母的恩情比天高，还要比地广。等我有钱了，生活要变个样，扔掉那些旧衣裳，咱也换新装。为了这个梦想，我每天都在忙，想想生养我的爹娘，苦累都自己扛。为了这个梦想，我每天都不敢忘，梦想，我每天都在忙，想想生养我的爹娘，苦累都自己扛。为了这个梦想，我每天都不敢忘，只为那些期盼的眼光，我都要豁出人样。为了这个梦想，我每天都在忙，想想生养我的爹娘，苦累都自己扛。为了这个梦想，我每天都不敢忘，只为那些期盼的眼光，我都要豁出人样。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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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这么怪，你看人家走了，没对象吗？为啥呀？被你给吓的呗。你先上人吧，来。啊，又不让我先上人？让你上，你来吧。我发现，你总好像不服气似的。这回跟你说，我请这个不是一般人，知不知道？谁呀？咱们东北三省赫赫有名的唱的钻星。谁？赵小军老师，有请赵小军老师。好，富裕的父老乡亲，大家好。老师好。赵老师，你来了。我来了。咋样？来太好了，你来了。哎呀，哎呀，这为啥呀？这正愁呢，因为我看有个人跟你搭正好合适啊。啊，跟我搭正好合适。对。妈呀，谁呀？谁呀？咋的了？谁呀？谁呀？告诉你，你来到富裕了，那必须得找小豆豆老师啊，就本地人啊，对不对，朋友们？来吧，小豆豆老师，赶紧上场。家乡的父老乡亲，大家好！大个漂亮白，怎么样？怎么样？大美，别说大话，咱大个漂亮白，俺们咋的？你说别都没有用。看看我们。那你看，看我们。得了，大美啊，我觉得咱俩还是看看人家吧，咱俩一个吧。哎，行，那这么的，舞台就交给二位老师吧。有事情，逃亡门厅不怠慢，迈步走下接官亭，大洋以外止住步，把这位云游僧啊，但只见五佛道观，头上戴三花鸡顶，面门横，身穿蓑衣，暗八卦，肩甲背着黄包楞，火以树珠，胸前挂鱼鳞洒鞋，二珠灯关罢多时，认识了他是赵山云游僧，逃亡这里十一里，磕头上前搭一躬，你一礼我一躬，携手来往进大营啊，请。
子头上刺猬母亲，那叫不叫董卸请问推猛拉合在一束共此行，上打一把那青罗伞呐、啊，下找东方青罗呀，青人青马青旗号青盔青甲青凋零，一杆青旗空中摆呀，青大将军率领啊兵在头前呐、啊。55,555个青头鬼，后跟着55,555个青头鬼的兵，青头鬼来鬼头兵，我们齐呀呐喊不住声，一起来在法台下见招法师申大公，动不动把、啊、四神请，劳驾四神所谓何情？为得丫头刘芳呀，东门拿住那刘小姐，你有力来我有名，那东门放走刘小姐，天书招品不容情。四将领令厨房去把守，东门几声灯，别说凡人来进阵，带着神仙难逃生。头到灵府安排妥，二到灵府正南正，点南方丙烈火，火字头上刺猬一火星，赤火猪一火蛇，水火猴背火虎，隔着一处共刺青，上打一把红罗伞呐、啊，下照南方红罗呀兵，红人红马红旗靠，红盔红甲红凋零，一杆红旗空中摆，红的将军率领兵啊，这头前刷子拉的跑开了这55,555个红头鬼，这回啊。后跟着55,555个红头鬼第一兵，红头鬼来那么鬼头兵啊，齐呀那闪不住声，一起来在法台下见着法师深打一躬，动不动把四神请，你劳驾四神为何情？为的丫头刘凤英，南门拿住刘小姐，你有力我有名，南门放走刘小姐，天书刀扁不容啊情啊。四将答应不怠慢，把守南门紧登登，这个别说凡人来进阵，带着神仙难逃生。二道令夫安排妥，三道灵府正西上，点七方梗星机，金字头上刺猬吉星，亢金龙楼金狗牛金牛鬼阴阳啊，合在一处共四星，上打一把那白罗伞，下照西方白罗兵，白人白马白旗号，这个白盔白甲白凋零，那一杆白旗空中摆，白的将军率领兵，这头前刷子拉的跑开了这55,550个白头鬼，后跟着55,555个白头鬼第一兵，白头鬼来那么鬼头兵啊，齐呀呐喊不住声，一起来在法台下见着法师深打一躬，动不动把我四神请，你劳驾四神为何情？为的丫头刘凤英，西门拿住刘小姐，你有力我有名，西门放走刘小姐，提出招远不容情。四将答应不怠慢，把守西门紧登登，别说凡人来接阵，但神仙难逃生。三道灵符安排妥，四道灵符正北一张，点北方人归水，水字头上刺猬一水星，金水暴必水鱼，这水盐甚水也，合着一处共四星啊，上打一把黑罗伞呐、啊，下着北方黑伞呐，罗也兵黑人黑马黑旗号，那黑盔黑甲黑凋零，一杆黑旗空中摆，黑的将军率领兵，这头前跑开了这55,555个黑头鬼，后跟着55,555个黑头鬼第一兵，黑头鬼来了鬼头兵啊，齐呀那喊不住声，一起来在法台下见着法师，那么深大功啊，动不动啊四神请，劳驾四神为何情？为了丫头刘凤英啊，北门拿住刘小姐，你有力我有名，北门放走刘小姐，天书招匾不容啊情。四将答应不怠慢，把守北门紧登登，那个别说凡人来进阵，带着神仙难逃生。四道灵符安排妥，五道灵符中央啊正殿，中央无极土，中央无极四位土星，为土之地土张，地土豪地土富，合着一处共四星啊，五道灵符安排妥，六道灵符日光升，点日光的华有华，日子头上四位日星，星日马马日鸡，那七日鼠来防日兔，合着一处共四星，六道灵符安排妥，七道灵符月光啊正月，月光蓝有蓝，日子头上四位月星，正月夜尾月露，星有孤必无，合着一处共四星啊，七道灵符安排妥，八道灵符啊南天门上啊，南天门上最终响，放出六家和六鼎，二郎杨戬孙大圣，托塔天王率领兵啊，八道灵符安排妥，九道灵符水晶宫声啊，龙王爷放出来一柄下界王八精啊，单等小姐来进阵啊，凤水烟塌不容情啊，九道灵符安排妥，十道灵符定宫声，大鬼撵着二鬼跑，鬼哭神嚎不是人声，阎王爷放出来500年前驱死鬼，单等小姐来进阵，五鬼分尸不容情啊，老头逃笑嘻嘻，牛角回身点旗，一点旗二里旗三台旗四门旗五星旗六合旗七九八个九九十面埋伏旗七十二杆天罡旗36盏
旗，魁胜棒业是令旗，背头插刀威武旗，老核桃笑盈盈，叫元青于元红，这道令箭交给你，你把丫头领进阵中，西北脚下响尘来，表弟是元青元红，爱将来。那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到此为止了？那到此为止了呢？该你出人了。咱们就非得分出胜负干啥？就和气生财，咱们就到这儿，可拉倒得了。停停，你少说这话。大伟大伟大伟，咱俩商量啊！我跟你说的是咋的？你看，你呢这次来啊，是代表佟老师，代表江哥队。你说和气生财不挺好的吗？你为什么非得赢我呢？我多死会个人啊！我比我行业人帮到底呗！停停停停停！哎呀，我多死会个人啊！帮人帮到底呀！对呀！你骗谁呢？咋的？我还不了解你。谁有啥呀？你可拉倒吧！说实话，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卖力的帮佟老师？让你给看出来了！我就跟你说说啊，其实我表面是帮着佟老师啊，其实我另有打算。啥打算呢？我这么寻思，今天如果要比赛，我要打赢了啊，以后我不就主持人了？他要当主持人，对呀，他要当主持人。哎，哎呀，你说，哎，那不对呀，咋的？那你要当主持人，那佟老师呢？用我来用他干啥呀？他知道这事吗？能让他知道吗？那你这么早说出来啥意思呢？现在已经是板上钉钉事，都不像人呢，现在说你话呀。不是，我觉得大美你这样不好，你别把话题扯远了，听不听着？是吧？咱接着比赛，听不听着？来，现在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国家一级演二专演员表演艺术家韩子平、董伟老师闪亮登场。你俩咋还都来了？完还帮助他们呢？我帮谁了？我帮大美了。东海，你不知道啊？对呀，在长江啊。嗯。连打电话在视频啊，你非得让我们来给他坐镇，啊、他怕输了，你说怎么办？为难。行，那我不能为难两位老师。对，那这样，大美，你俩，对呀，你俩咋的？你俩再研究研究。那个这样，兄弟，你看，咱们哈，那个是两位老师来了，帮你了。但是我觉得吧，你要这么办事的话，那你佟老师的感受你就不考虑了？不考虑他啥呀？你就这么义无反顾的就抛弃佟老师了？对呀。你不后悔？不后悔，真不管他了。不管他，你确定？确定，一万个确定，一万个确定。好，这可你说的啊。说的。我告诉你，接下来朋友们，请看大屏幕。虽然我没来到现场，可是我派江大美代表我率领江哥队。可是，在比赛当中。我方队员跟我汇报，江大美有篡位之嫌。他以江哥队的名义赢了海哥队之后，把我挤走，他要当主持人。都怪我没看透这小子的野心，所以我要和公海联合，知道吗？让他把这段视频播出去。韩老师，董伟大姐，你们可不能帮江大美赢了公海呀，要保持中立呀、啊！哎呀，好你个佟老师啊，搁我这嘎达留一手呢，马上我这嘎达就要赢了，他搁那一留这一手，让我韩启蒙太可惜了，跟你说呀，我也不服气。此时我的感受就是，耶，来吧，大美，不甘心，不甘心呐，咱俩得下去了，赶紧，大家都等韩老师、等佟老师等半天了，是不是？唱一段《水漫蓝桥》，嗯，慢西城。
般负担呐、我高山拜师把书念，我家桃花来到周家湾呐，兄妹二人难见面，一晃就是好几年呐，没想到贤妹如今变成大嫂，为了我出阁这才二十八天呐、啊。明天您将看到海选比赛。正月里来是新年呀，大年初一头一天啊。都唱哪儿去了？都唱的，你这我都不会了，你把我唱的。敬礼声响秋满呀，在舞台上很好看，而且笑起来也很甜。大家你才十一二啊，大家你才十二三啊。因为舞台经验都非常丰富。让我们一起呀，让我背起呀，呀哈！那个女儿花都在节奏上。第八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提醒您，下期更精彩。